事实上呢，中国的相关的华为也好了，还有一些手机也好了，那么大家才这个质疑像你会不会你所使用的手机啦都被他这个传回去，对不对啊、哦？都在监控你等等嘛。那么海底捞啊，那么这个新闻传出来以后，当然在台湾呢，包括一些海底捞这个公司都发声明说啊啊，这个是错误的报道之类的，讲了半天都是为了啊、呃呃、员工好，为了公司好，为了顾客好。对，从这个新闻里面可以告诉我们，各位，如果你要去吃海底捞的话，比如说在桃园那台湾的话呢？ 你一定要先化妆打扮好看一点，为什么？因为会影像会传回中国去啊，<对 S 1> 你知道吗？你的影像对不对哦？你的影像一桌听说有两个影像，哎，那我不太了解他的那个摄像头是放在什么地方，就是监视器的那个头是放在什么地方啊？然后呢，你们的对话会不会全部都进去？什么样的人会来海底捞吃饭？ 然后呢？他是说，如果我我不知道，说是为了要呃对,呃呃对员工好，那是不是为了监视员工，怕员工偷懒啊？还是怕有人哦又吃一吃以后想赖账，把这个蟑螂小蟑螂偷偷放进去等等啊？是为了这个吗？是为了这个必须要大张旗鼓到全世界？我不知道是不是全世界，台湾也有嘛？然后这些啊、呃、都要必须装这么多的这个监视器了、啊，一家装几呃一家装到几十个等等，这我不知道。 不过有没有把这个影像传回总公司？可能总公司要做一个啊、呃、管理啊，说到时候啊、呃、怕被洗掉了之类的啦。然后如果万一有纷争的话，那可以这样的话，各位你不要海底捞不要怪不要怪人家，这个等于说啊会发生心里面的质疑嘛，因为你海底捞捞过界了，不是吗？ 你捞过去的是你的东西，牵扯到一个东西，就是个人的隐私。客人来吃饭，当然他会说，他说，呃，我们这个有说，呃，上面有这个注明，说我们可能有怎么样怎么讲讲一大堆嘛。他说他有标示出对呀、啊，没有错嘛。那来海底捞吃饭的朋友们，你们就要注意，除了要化妆之外呢，你们最好都不要讲话，就是莫都不要讲话嘛。你们讲话的内容会不会让人家掌握？不知道，我不知道，一切都凭海底捞公司的良心，就是这样子嘛。 凭他的良心，跟你的专业，你的专业就是什么话能讲，什么话不能讲嘛。然后呢，你该跟什么人去吃嘛，等等嘛。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吃个饭，还得要像我吃那么多饭，我都不不能想象，我吃一顿饭还要小心。哎呦，我逼啊！我跟你讲话的时候，突然间纸着旁边，哎、欸，小心一点、哎、呀，然后我们就二，有人在用笔的，你知道吗？<laughs> 吃个饭必须要搞得那么紧张吗？海底捞有他自己的规矩，那么你吃饭的人心里要不要先想清楚，你坐到这家订到这家店，坐到这家店，你吃个饭，你必须冒这样的一个呃，等于说啊啊隐私个人的隐私之类，那你自己决定哦，你自己决定你被那家假值观崩了，这是你自己决定。台湾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嘛，那你说你自己决定嘛，我没有意见哦，我这倒是没有意见，只是说用员工的名，用说要对员工怎样怎样的名义的话，我觉得瞎了一点啊，哦，为什么员工？ 做好他对员工的教育，我们台湾有几千几万家的这个餐饮啊，也没有也没有几家用这样的方式吧？应该没有吧？那人家经营的不好吗？哎、欸，台湾赫赫有名的鼎泰丰有没有一桌两个的这个监视器呀？没有嘛？有没有一桌两个监视器说、啊啊、看看？ 有没有人把这个什么东西给我丢进去看看员工会不会做出不妥？海底捞它是自己本身九百多家分店了、啊，那么在中国就有八百多家了。它有名的是啊，你可以自带食材之外呢，甚至于啊，它有这个什么川剧变脸，因为当老板张勇从四川来的，所以可以表演那个川剧，有没有哈、哦？表演各式各样的，还有给你一些什么惊喜啊？比如说你事先如果说你是生日啊，给大家过来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啦等等，甚至还可以播帮你播虾子，提供这样的服务嘛。所以他自己人生喜欢。 你喜欢吃火锅的人，麻辣锅的人，你去吃海底捞哦，我没有意见，本来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去聚餐嘛，怎么会搞到后来？哎呦，好像有点啊，怪怪的，你知道吗？不管你怎么讲，不管你海底捞怎么这个等于说解释，总是这不就是吃一顿饭而已吗？吃饭不就是为了聚餐，为了吃饱吗？为了享受吗？为什么要让这个顾客有无谓的压力呢？不是应该放轻松，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吗？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最好笑的是小粉红，中国小粉红。 今天竟然哦，竟然今天竟然哦，口诛笔伐说老板是新加坡人呐、啊，你们为什么关到中国来？我的天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要搞清楚啊啊、哦，为什么要搞清楚啊？以后在中国呃，在台湾那个那个要统一要统派的人，不要再讲说你们这些数典忘祖的人呐、啊，台湾你们现在拜的这个呃这个什么神明啊，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你们大你妈好啊！ 台湾所拜的神明，没有一个跟你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无神论的了，你们在统一通个他个叛体哦、喔，对吧、啊？然后呢，张勇。 也就是海底捞的老板，他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这是一个如何从白手起家，然后呢把一家这个呃那么多竞争，而且从从一般的路边摊，你知道吗，变成店面，然后变成全世界可以这样赚啊赚很多钱。他本身张勇是一个传奇啊，而且呢很有钱，赚到很多钱。那以后不当中国人，他去当新加坡人。他是报道实时,时四川人，中国人突然间。 他国籍去当规划为新加坡人，变成新加坡的首富。哎<是>、欸，你们应该去检讨一下他为什么不当中国人呐、啊？对呀、啊，他为什么要当新加坡人？就你现在说他是新加坡人，他不是中国人。你把那个尔西两公摊北，他就是中国人，而是他选择。 在国籍的部分，放弃中国人，他不当中国人，他要去当就是新加坡人嘛。是，呃，可能是为了被避税啦，还是为了安全我不知道啊、哦。因为现在呢，阿里巴巴都遇到事十大盗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事实上你就要知道嘛，海底捞是一家原本很好的一个餐厅了，人家自己本身呢、呃，啊很多的那个等于说啊、呃、设施嘛。 可是为什么要弄得大家那么紧张呢？有必要吗？啊、是还是真的还有另外其他的因素？这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件事情爆发了以后，对海底捞的形象是绝对有损伤的。